营业。这大闸蟹是公还是母的？那要问海鲜华。白翼龙。那个、公的母的都要一点。你会蒸吗？我觉得你一定会蒸。蒸应该不难啊，蒸放进去，全都放进去。可是那个羊腩煲，要谁会？羊腩煲真的要去学。我觉得你会。还有我们这一次是包很大一包的，对，不是小包，是对，你刚刚是那么大包，可能更容易做。OK， 我就负责那个大闸蟹。哦那羊腩煲怎么办 ？Hello， 羊腩煲学好了没有？就再看视频，那就 OK 啦。那个老伟，到底帮？我没弄，我没做过。你不是弄过以前？弄过一次啊，失败了。好吃啊？失败也好吃。失败吗？失败了。哎，不如你试试那个辣尾饭啊！我觉得你做得到，你有天分吗？你煲汤那么好喝，好 ，OK， 煲仔饭，他辣尾饭，那我煲汤啦。啊，你煲汤，辣尾饭，羊腩煲，大闸蟹 ，OK。我还是煲汤了，我还是煲汤。啊？我为什么改变？没，这个从一而终很重要的。不是那个问题啊，你刚刚说你比较有信心嘛？我比较信心啊，煲汤。我说你那个辣尾煲仔饭，你有？我没做，我对他有信心。我肯定没做过、啊。其实你可以的，你自己我觉得。相信自己，我帮你。好，来，新的店长好厉害啊！你懂吗？我觉得你懂的。你会蒸吗？我觉得你一定会蒸。我觉得你做得到。我觉得你会。其实你可以的，你自己我觉得。